为何不做任何反应？难道？住魂骨现在我再想逃脱绝非易事，除非蓝银真身、森罗万象、吞噬之子。唐三，你很聪明，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地形来拖延时间。蓝银邪魔镜之变。这场考核该结束了。
若不是你及时使用无敌金身，此刻你已经化为尘埃了。看起来轻飘飘的一招，竟然有那么强的威力。波塞西大人的实力又接近了，别说是唐三，即便我们七人联手，恐怕也难以抵抗。连气息都隐藏了，难道刚才那一瞬间他也想逃脱甚至策？唐三，希望你有通过考核的实力，不然你的下场只会死。有波塞西前辈坐镇，难怪武魂殿再也不敢侵犯海神岛。如果没有无敌金身，恐怕他用一根手指就可以令我支离破碎。这就是无限接近神的实力，万不得已之时也只好用那招了。规矩绝不允许被破坏，尊严岂容尔等触犯？想要继承我的衣钵，成为海神岛大供奉吗？想要知道我与唐晨的过去吗？扫描这个二维码，关注斗罗大陆官方微信，告诉你海神岛不为人知的秘密。